是哦，我们刚好用个扫脸状，然后扫微影学校的答案用下去啦。伊个性呢，我看起来风云变色，然后你小看的态度，不是在鄙视哦，你阿弟吗？不是在是呆人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来看，变化莫测啊，天地是你来写，但是瞧瞧瞧，一听哦。瞧到上世啊，一定是二级的飓风。你若是两级的飓风，是临时关甲台南去哦，不是伫阮遐哦。但是瞧到我也在用安尼哦，啊，伊那个树叶都翻干啊，咧命哦，啊，都也咧出来讲，拢咧瞧，你唔知有咩啊，好咩啊？啊，阿强啊，三间飞机都唔敢飞来啦。我三间有够神经，我遐就听着飞机的声甲挂啊。规工个对啊，暑时个去上哦，春夏秋冬哦，伊暑时哦，拢种个，即个正常个运转该安怎？迄个伊有二十四个节气嘛，啊，比如讲即个寒露已经过啊，啊，即天气吼，伊拢会安尼是正常个，可是咱即嘛是哩，天热热热，应该寒袂寒，啊，风太是夏天个物件，拢是。今晚跟客人跟两个回来，无啦，跟你点心啊，伊人伊忙得来，卖得来呀，对啦。素食计上，素食哦，即个是春夏秋冬这个不搞的零食嘛。然后嘞，国泰银行安尼往个咱讲真，咱若是无富贵，公泰也甲咱送，咱第一天为国泰银行嘞，现在我个人是哦。在基地停了两三路，规个光秃秃嘞。为啥物啊？现在树啊少了嘞。哦。咱无共款嘞，啊，阮高雄市长无通甲咱摸咧烧嘞吼，所以咧一句内底，吼啊，用安尼甲咱无限的时间做一晚嘞，是讲袂完啦吼。所以这句吼啊，甲咱讲胸脯意味壳的这个壳，就是。咱最重要要回归的一个，所以咱爱时常讲，咱比如讲，咱若咧想袂开啊，爱好爱好爱好去，但是哦，要安怎在最尾后来甲咱做一个这个交代哦。好，我们来研究这个下一步哦。因为这个规律啦，吼，所以讲完啦，广播一天。这内底逻辑哦是最重要的，去接落来就安尼讲啊，讲。所以说因为安尼，所以才会这样，会怎样呢？所以万物咱这不杂果物，就是天台万事万物拢牵扯不容。铁，人是安尼，就是安尼是叫铁哦。铁，顺其离也。铁，跌其离顺。那么这单位是个工商会啦哈。那是你讲咱在阴阳里底内底，啊阴阳哦，伊若不和谐的安哦，伊个阳盛阴衰嘛，啊无就是阴盛阳衰嘛。啊，即摆你讲咱家己哦，即摆讲对啦，反正主家一定是讲对咱要修的，咱每一个人啦吼，还是修书啊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伊我也讲会讲讲个人啦，伊是用大天地这个宇宙万物，比如但是重点拢。修修行的这个人，伊才讲，在咱这个三界五行内底，为虾米吼，先都拢甲咱讲，咱修行爱修干哪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安尼就叫解脱。迄就是归到中体有一个迄个合体。啊，毋过只要伫三界内在五行中，五行有金木水火土。咱的形哦，金木水火土，啥物形的就啥物形，啊伊的长相就有一点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咱讲先不要壮脸的，那是人的模型啊，底下伫这三界中，你的对这种的模型，其实你就是一个轮回。安怎轮回呢？就是你挂啦，你挂嘛轮回，东升西坠，哀乐。分因果吼，拢是顺着是。
是顺的是心嘛，顺的是心啊。啊，若是业的，就是业啊。但是哦，我不给你们来讲，我讲有的必有失，然后嘞，有失必有的得失之间很难讲。塞翁失马亦信嘛，焉知归乎？一句话我就有这个得意出来啊、哦，因为天地内底的这个不离现象就是安尼，伊顺啊，你看是实，啊，唔过有滴滴后壁要给伊哦。